力量嚟收拾佢。我哋一定要出分全力。嚟啦，小达。但系独孤巨龙，而家仲可以收拾到佢。小达，我哋一齐合作啊！我明白。嚟啊，独孤巨龙，点都能力发动，神龙出发爆击。讲人之力量都好，唔系。我哋以力量收拾咗佢，几有趣啊！头先嗰啲就系你哋两个拥有嘅真正力量，系咁就最好啦。你哋嘅实力到底有几强？而家就俾我好好见识下。捉到鬼路，当冇嘢。小达，边有时间招呼埋啲小角色啊？钢铁巨人，佢保护独角巨龙。佢嘅力量真系好强啊！唔可以输噶，继续出招啊！竟然可以单靠力量收服咗钢铁巨人，你两个真系可恶！到底要点样落我面先至觉得满意啊？战斗能力发动，黑铁龙光。战斗能力发动，终极舞台。战斗能力发动，龙炎总攻击。唔好净系识得喺度惨叫啊！咁样仲算系混沌暴雨咩？我会输，唔通我今次真系会输？唔好同我讲笑，我心存就系为咗打败所有人，今日竟然输咗俾你哋两个，我系绝对唔会就咁就认输。战斗能力发动，小达，有机会，我哋攻击对手啦！战斗能力发动，神龙总能量直击。巨龙赢咗啦！做咩啊？你唔系变得好温顺嘅啦咩？好嘢啊，八哥！我哋终于克服咗困难啦！小达，你点啊？唉，估唔到喺爆丸世界有独角巨龙同小达咁犀利嘅拍档喎！但系呢一刻只系你哋修炼嘅开始。要继续努力啊！